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委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需先帝以驱驰。后知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而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讥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虑，恐复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。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奖率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奴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，不效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陛下亦以自谋，以资邹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，臣不胜受恩感激，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